我觉得这个配色可以再调整一下。宋总，你好，可以。我们从那个裁剪的这个角度，让这个更修身一点，也考虑用户的需求嘛，包括这个色彩。韩总，林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宋总，过来看看。跟你聊两句。行，那个你先忙。好，办公室走。这边。喝杯水，林哥。你最近这个状态不太好啊。身体不太舒服。还没走出失恋的阴影啊。哎，我今天看见秦青了。秦青，她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挺好的，状态比你好多了。好就行，希望她能够幸福。怎么了，小伙子？这是真准备放弃了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现在事业这边刚刚起步，他觉得我心智不够成熟，现在短期之内我又没办法达到他另一半的要求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打扰他。对了，林哥，你那边怎么样？万峰的股权找到下家了吗？已经聊得差不多了。那就好。那个投资款的分成已经到账了，但我一分都没动。那你留着干嘛呢？那个钱我知道是从你个人账户划过来的，你现在又是特殊情况，我还打算留着给你。哎呦，这钱我不需要啊，你赶紧用吧。首先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万峰集团的新闻发布会，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与支持。近期万峰集团传出了旗下设计师涉嫌抄袭的传闻，为我们合作方带来了恶劣的影响，也为一直支持我们万峰的朋友们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。在此我仅代表万峰跟大家道歉。然后我要强调的一点是，设计师周放在这次比赛中所有的作品均与万峰集团无关，我们将积极配合调查周放是否涉嫌抄袭问题，一旦查出问题，万峰集团将与周放本人解除一切合作关系。能不能尊重我一点？尊重你什么？收拾一下再出来吗？这样不怕我失去兴趣啊？我本来想收拾一下再出来的，但是呢，你又不是没见过我这样。既然见过我这样，你还没对我失去信心，还这么迷恋我，我就不用穿晚礼服了吧？哼！而且你不觉得我穿这种衣服挺雍容华贵的吗？雍容华贵没看出来，懒倒是真的了。我有件事情想要和你说。我姐姐跟姐夫本来是打算把小迪放在我这照顾个半年一年的，但是现在他们打算在国外定居了，所以想把小迪接过去。小迪愿意去吗？那国外的学校找好了吗？要不要帮忙？不用，姐夫都已经找好学校了，小迪只要考一个英文
并且这边学校给他一个介绍信就没有太大问题，三四个月吧，大概就可以出去了。但是我比较担心洛洛。担心洛洛什么？洛洛在学校里跟那些同学的关系虽然说是缓和了一些，但是不是只有小迪这一个朋友吗？你不也是他朋友吗？我是他朋友，那我也不能跟着他一起骑自行车，也不能跟着他一起辅导课程，也不能陪他一起玩啊。怎么不可以啊？你现在这个年纪上上高中还是可以的。你上我就上。让他放心吧，乐乐不会有事的，我们都在呢。风景重写，栖息在愉悦，心跳起伏那样的明显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路过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也开车路过，就停下来看看夜景。那么闲啊？哎，听说你最近挺颓的啊。你来骂我的？没有，既然见到了，给你一个机会吧。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就没了。什么机会？给你一个机会向我道歉。道什么歉啊？道什么歉？你说退赛就退赛，你把我放在哪里啊？对不起。什么？我听说露娜也退赛了。还操人家的心呢，她做的选择永远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诚实的回答我。你觉得我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，是不是有点差？为什么这么说啊？谁说的？我觉得这一路走来特别的坎坷，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都跟我自己说，一定能熬得过去，相信自己，我是最好的，能越来越好。但是现在，我突然就没有目标了，也没方向，更没动力。我开始去思考，服装设计师这个行业到底适不适合我，到底是不是我最擅长的。哎呀，但是做喜欢的事情，总归不会后悔的嘛。哎，来了，什么事儿啊？
这么着急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。哎呦喂，新皮衣，让我猜猜，一定是周老师送的，对吗？那还用猜吗？有型有款，是不是特别好？不错不错，不错啊。不错。你别告诉我，把我这么大老远叫过来，就是为了跟我嘚瑟你的新皮衣的？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还是有工作的事儿的。我想问问你，那个项目进展怎么样了？啊，工作的事儿是这样，几家门户网站和主流平台我已经替你联系过了，但是难度可真不小。那不正常吗？没点难度的事我都不愿意干，对吧？那苏雨山跟我争资源这么多年了，我都习惯了。我这想说呀，网站这一边我有点新的想法，如果能跟他们谈拢，大家能合作的话，那就还有机会。我会尽力的。明哥，听了你和凤姐之前的意思，我们把用户画像和算法推荐上进行了优化，系统可以根据用户所在的不同位置获取当地的天气情况，一旦检测到天气要降温的话，系统就会推荐用户既保暖又适合出行的服装搭配，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用户的职业的不同、出席场合的不同，进行一系列的服装搭配推荐。像小飞这样的程序员，平时坐办公室没有时间去逛街的话，只要选择我们的一键定制的话，我们可以将一个月甚至一个季度的服装搭配定时推送给他。不错，这个细节做得很到位，差异化、人性化都能兼顾。我觉得我们就尽快上线公测吧，把这些新功能做出预告，之后再陆续更新吧。好，没问题。